1万块钱都没存，就这水平还超马云呢？他连马尾巴都赶不上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混得好坏爹妈不嫌，只要合家团聚就是幸福乐园，对不对呀？我实在是太想我儿子了，今天啊，我使个招，我看他回不回来。老王，哎，老王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没处躲没处藏，走在街上都撞墙，微信上各种段子都有我，我是谁呀？隔壁老王。行了，哎，你就别发牢骚了。是，谁让你住我隔壁呢？哎，谁让你姓王呢？我要是姓张就好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办了吗？办了，隔壁老王啊，啥事儿办不了啊。你跟我儿子咋说的？我给他发了个微信，我说马云呐，不得了了，你赶快回来吧，你们家出事儿了，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了。啥鬼呀神的？我微信上跟他说啊，我说你妈在家里翻修房子，从地板底下刨下一批祖上窖藏的古代珍品，哎，市值上亿呀！上亿啊！我们家祖上就是个修鞋的啊！你说从地底下挖出个鞋拔子，他信？你这搁谁谁也不信呐！他不信，我是谁呀？我隔壁老王，我啪啪啪拍了几张照片，我唰唰唰我又发过去了。你拍的啥？拍的啥？请上眼呐！唐宋元明清啊！哎呀，您上眼看这个，这是什么朝代的？元的。元的？啊！你蒙谁呀？我看过鉴宝，这怎么会是元的呢？这不是元的？不是元的。这不是元的，你敢说它是方的？那个圆的，我也没说它是元代的呀。您再瞧这个，周的，这我知道啊，这肯定是上周的。错，这是我喝粥的。你这他肯定不信。他肯定不信，我刚一发过去，你儿子是唰秒回呀。您瞧啊，土豪。我们做朋友吧。哎，他进了。哎呀，这兔崽子他就认钱了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之所以听到宝贝就往家赶，那说明兜里没钱了，待会儿他一准回来。哎，奶奶，儿子回来过个年，我还得装神弄鬼。没事没事，这叫什么事啊？待会儿你听我指挥啊。哦，我不让你出来你千万别出来。哎，两年在外走跑跳，基本没离地下道，对外说搞的是新媒体，说白了就是派发小广告。哎，对了美女，我还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呢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在市里从事慈善工作。我明白，就是在超市里卖福利彩票的呗。卖福利彩票的怎么了？比你混得强。哎，大过年的，你为什么要租个女友回家呀？那我这不明摆着的吗？没有车，没有房，没遇见有远见的丈母娘，我老娘急得头撞墙啊！这不找你回来，就是为了抚慰她那颗永远焦虑的小心房吗？你这种儿子就是个骗子。您是君子，那君子咋还不回家过年呢？跟你一样，混得不好。对象没找，我怕我爹我妈。小点声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煎何太急呢？是吧？这个混得不好，那不得努力混吗？我相信在座都是有筋骨的人，只要肯努力，这个筋骨它就能变成骨筋，对不对呀？行了，我既然来了，咱先把价钱说好，租我当女友。底薪2000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每拉一下手加500。妈呀，
那你放心，我肯定不能拉你手，我兜里就2000。赶紧进屋。哎，妈呀，妈，哎，我回来了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啥妈呀？这不是你爸吗？不是，爸。哎呀，啥啥爸呀？乱说，爸呀。哎，不是，那谁，王叔啊？哎，我妈呢？我这小子，嗯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知道你妈多想你吗？哎呀，王叔啊，我也想我妈呀。啊，这不这2年做生意太忙了吗？是不是？嗯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我出来呀，不也是我妈给我鼓励出去的吗？是不是？王叔啊，这2年没回来，就是因为我这个生意啊做的太大了。啊，你现在是火了。哎呀，王叔啊，不是跟你吹呀。您瞧瞧，我夫人，阿里巴巴首席财务总监，手里掌握的钱，你自己说。我手里的钱有好几千。这万。哦。我说小子，你混得不错呀。哎呀，还弄了这么个漂亮媳妇儿。哎呀，这王叔这算啥呀？好几十个呢。啊，那个都是追我的，我都没要啊。我就喜欢这个，加500。哎，行了，我先问问你啊，你这几年都干啥了？这几年我净干大事儿了。王叔，我就工作这个环保巨头基于线下社区的 C2C 资源再生服务，翻译过来就是在小区里收破烂。收什么破烂？那是中企。后来呢，我就参加了这个文化产业呀，主要做的呢就是整合影视资源与受众之间的关系，从而达到价值转换。这是在电影院门口倒票，妈，票贩子，这叫轻浮，黄牛。后来呢，那都是后期了。我在这个火星上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这合着这2年你都是在骗你妈呀。啊，我说怎么家里一出了宝贝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是穷疯了呀？啊，我说这媳妇儿也不是你的吧？是他的。这是我的。行，别演戏了，啊，我这孩子，你能跟你王叔说句实话吗？啊，你是不是这2年混得很差？你是不是没脸回家？你是不是连这媳妇儿都是临时租的？你是不是王叔？别问了啊，把是不是都去掉，后面就是标准答案。哎呀，王叔啊，我妈呢？我想我妈了。你是想你妈呀，还是想你妈的宝贝呀？我都想。好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请。哎呀。王叔，让你受累啊，沉不沉？我用不用帮你？你们家还有宝贝呢！妈呀，刚挖出来的窖藏，我回来干啥来了？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变成我创业的本金，让我妈过着好日子。哇，这事儿我可开眼了。低调，低调。来啦！哇，这是从你们家地下挖出个兵马俑啊！啥兵马俑啊？这分明就是800多斤的24K 大金佛呀！从遥远的金字塔，不远万里，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！是我！这妈你，王叔，这也不是宝贝呀！这咋不是宝贝呢？家有一老，胜似一宝。这是珍宝，活宝。你可真行啊，妈，你真是个活宝啊！怎么了？他不这样，你不回来呀？2年不回家，你大禹治水呀？啊，他60多岁了，你就不怕他有个病有个灾？你就不怕见不着他吗？啊？你就是从现在年年回来过年，你还能跟他过几个年呢？啊，
家里有一个老宝贝你不珍惜，一堆破烂把你招回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你不是想要文物吗？圆的。妈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元青花吧？元青花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只有你妈是真的。她就是老了、病了、残了，她也是你的亲妈。妈，不是我刚才都没看见您怎么坐轮椅了吗？您是不是生病了？您要生病了，您就跟我说，我一定回来。妈，不是您得跟我说呀，妈。儿子，妈没病，妈没病。妈就是太想你了，你王叔才帮妈想了这么个馊主意。都怪妈，对你的要求太高。妈就是盼着你有出息，可妈又担心你，担心你身体好不好。担心你高兴不高兴，你要是不高兴就回来，家里头有妈。妈，我这两年在外面混得不是特别好，我没脸回家。妈，我想成功，成功了以后就能让您过上好日子。可是我，妈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无论怎么样，从今往后我年年回家。我说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也想家，我也想我妈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别着急，吃完了饺子我送你们俩。送我们俩啊？我他能租你，你就不能租他吗？对呀。走，上菜。哎，妈。哎，您没病啊？哎呀，妈没病。儿女回家，老树开花。对，儿女回家，老树开花，全天底下的儿女们都回家过年吧，老人盼着呢。